海浪无声，长夜木深深。不算。不是了吧？你为什么要打断他？刚才他好像有点唱不上去。是吗？没有。起高了。这算了吧？太好吃了。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这是我的大鱼啊，哥哥们，算算，给点面子。哎，真好听，真好听。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算了吧。海鸥算吗？海鸥还不算，它都叫海鸥了。总导演，你做个人吧。周深大人了。海鸥都跟海没关系了，海是长湖边的吗？真的是，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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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飘摇。海鸥都没算，海草也算不了。海草，海草算了，海草，海鸥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3分钟放的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比谁猜的多，真对，太难了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没有，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用一曲波涛征服大家。天哪，比谁猜的多。阿姨，如果你这把赢了，我就在微博上澄清你跟吴彤，然后就是你造的，你早该给我澄清了。我造谣好不好？如果你要是输了，你就在微博上承认，假的你要承认，好不好？承认吗？那我偷题了。我一直都在偷题，你这个镜头说不定偷题。准备，对，举手回答啊。我有点紧张，开始，加油。他听前奏厉害啊，我。这不是来了吗？这已经出登场了啦。红豆王妃，答对。必须要听到词儿，我必须，咱们下次从词儿放。来下一首，你这。一股看来。戏曲你听过吗？哦，是戏曲吗？霸王，霸王别林。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太恐怖了吧！两位歌神都安静了。等一下，我听。我知道。霸王别姬。不是。杨迪。李宗盛、林忆莲的那个歌，对，什么歌？往事，不是往事，只能回味。继续放。我竟然知道，我想往有往事，演当爱已成往事。错。啊！接着放，来，让明天好好继续。就是。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吗？对。翻唱，就是这是张国荣的声音啊。为什么不放李宗盛和林忆莲？他们俩也唱过，是不是？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对，就是他们俩。是李宗盛、林，你们老放后面唱的。那个《达拉崩坏》也是洛天依的歌。是不是？是。我都答出原唱来了。哎呀。来下一首。来接着五四三。哇，跳高！杨迪，你怎么叫《广岛之恋》？谁的？莫文蔚、张洪亮。答对。是。耶！是不是？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太可怕了。说喜欢离别，多来这种两人合唱对唱歌曲。你为什么对对唱歌曲那么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下一首，周深。Selina 王力宏，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不 ，Selina。我对了，我对了。Selina 任嘉萱，错。王力宏。Selina 王力宏，不是。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萱，我还没答完呢，你干嘛说我错啊？我求你了，这些我都知道。来，真答对，3-1啊！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学关系。我承认我偷题了，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我说我不要，他说我要。
在节目里呈现你那个错的。好了，够了，没这事。下一首。气死我！杨迪，原来你只能赢我们。杨迪，浪花一朵朵，任贤齐、阿牛，还有一个人，那个黄品源。错。哇，这么多人！天哪，要命了！对不对？只有阿牛吧？浪花一朵朵。错。浪花一朵朵，任贤齐、阿牛、光良。对。耶！太厉害了！杨迪很呐，杨迪太刁钻了，这练。喂，出一点，出一点，巨难的，巨难的，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冷门的。你倒是看得很开心啊，出那么冷门的。来，下一首。哇，这是太难了吧？坐深。周深，不行不行，都知道都知道，比谁说的多，比谁说的多。我来，我说的多，你说的不多，我说的多。周深来，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群星，答对。哎，这太牛了，我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但是人家用智慧赢了，人家说了群星。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一个小姑娘，点来全新空气，然后是韩红，啊不是韩红，张小，然后孙燕姿，不是娜姐，你没有一个来开始唱，拥抱过孙燕姿，算了，不来谢谢了。4-2，这个4-2了，还有两道题啊，还有两道题，我还猜。杨迪刚才那一道，浪花一朵朵不相当于三道吗？就是那么多人，群星可以算50多道哦。太厉害了，群星。成龙大哥出现几次？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 ？M 拍的 MV。好了，杨迪。长城。北京欢迎你，欢迎你开遍天地。杨迪，行了，认。来，下一首啊，来。看一下我，吴彤眼睛一直看着周深，就看他举没举手，是吧？周深，不许看呢，他先举的，啊，杨迪先举的，是吧？啊，杨迪，你俩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为什么要避嫌？有什么好避嫌的？好避的，我是菜鸟的，杨迪是有实力的。先了，都别了。你答，来换一个哈。你答，换一首歌，我就要答这首歌。而且我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你毕业于浙江，算了，不说浙江传媒大学，根本不是大学同学。对，后来成人教育说。函授，两个函授班。流星雨 F4，都有谁？言承旭、朱孝天，是不是？是流星雨。坐实了，我要击鼓鸣冤，包大人，特别针对你呀，我感觉又针对我，说啥特别，算我一分，流星雨 F4，算你4-3，赛点了，赛点，抽一下了啊，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打平。你们都看着点，吴彤的眼睛不作数的，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来，看着点。铁血丹心，周深，杨迪，谢谢，杨迪是周深，周深连举带蹦的，你看他现在就问答案呢，你快点举手，杨迪，你快举手，小杨哥作弊了，铁血丹心，罗文珍，你作弊，我柯震恶的歌我还能不知道？打平，算你打平。我磕着我江南七怪杨过，来最后一道题啊，4-4，谁答对了谁就赢了。我要吃酿菜。我吧，杨迪。
杨迪。想见你。错错。想。周深。周深。八三幺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哎呦！哎，太狠了。他名字有三个想见你。太厉害，太厉害了！哇！快走，快走，快走！周深太厉害了，周深怎么会知道？太厉害了！我听过。来呀，来呀！也不用这么说。我本来能赢的，铁血丹心那把。那也是打平啊，铁血丹心人家算你赢了呀。我磕真的啊，打算了。人家算你赢了。开吧，来喝一个。你俩太厉害。喝一个，喝一个。哎，不是杨迪要在微博上说自己的呀，说跟那个王牌。首先我说一下，里面有跟在王牌对王牌偷过的皮，里面的手卡，偷过来青春环游记偷过的题，都希望你把那些卡片都亮出来，好吗？其实我承认，我把题给周深了。是吧，周深？为什么要拖我下去？干杯！干杯！技能这边写的是声乐啊，啊，而且你的求职意向是销售。啊，你好专业，不对口啊。可以利用声音技能帮助销售。是这样吗？我们公司呢是卖海带的，那你能不能用你的声乐技巧来帮我们来销售我们的海带呢？可以啊。你来，我把这个给你。我们准备好了。来。哇塞，从哪儿掏出来的？哇塞，这么哇，这真的海带。有点惊悚的表情。好，准备好了。娘，还带你来买一块，特别划算嘞，海洋的味道哟。好重。我笑得嘞。因为我们的海带也是原生态，所以用的也是原生态的唱法。欢迎周深。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远去，看
挑战，当，请准备，三，二，一。哎呀！这么可爱吗？这个好久啊。对呀、啊。哦，这么快。哦。这都没穿好。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来自唱的太好听了吧？不能和你分手，等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这没有扣子。当太阳不再升起的时候，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日在变换，全部丢开，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终身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青春是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落了俩帽子，因为我看到我有帽子，我不知道有帽子，我也不知道。三个地主家的傻儿子，不是你们进去怎么知道这身是周深的呢？因为这个小啊，我也不知道，我都没犹豫，我就去穿这一套。接下来请观众评审打分。哇，这么少。去一个我最灵活的，我去。那我在这等你啊。我看他们写的啥 ？TULIP，TULIP。TULIP，TULIP。哎哎，好嘞好嘞好嘞，拿到第一个就这么累了，这个节目怎么录 ？TULIP。谁给我挂了？我挂掉了吗？怎么用啊这个手机 ？TULIP 无声箱。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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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TULIP 郁金香周深。回答正确。哎，正正正。厉害厉害。知道长得高的坏处了吧，坤？周深啊，周深啊。没看到名字了吗？啊，已经有人淘汰了，申哥 out 了。朋友们，再见。妹妹，哎呀，有人害你。有人害你。卡。太快了。毫无参与感的游戏。明天在车上不能架着我，我不会跑的。我想说。
说现在有首歌送给你。别忘了是我们接受不，我的意思就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好好唱一堆人。必须得给我唱感冒了。爱就像蓝天白，我就听那个，换歌不行，太难了。百口莫辩第二个规则他们全部都能解释我，所有人都不相信是我。啊呸，所有人都不相信不是我，我在说什么呢？呸！啊！啊！死了，一定是因为这电脑太慢了。我们都在元宇宙，还用这么慢的电脑吗？哇！我难怪他们会觉得是我。这么巧的吗？我拿了两个关于我自己的。网络上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安全。信息一定是被调换的。周深，为什么跑？为什么？就是他！你看，就是他！你看他，走！有毛病吧？又不是我，我又不是他，就是他！你别跑！哎，你们这么快就暴露了，我现在是。他们俩追我。追你干啥？谁呀？碧城和白鹿吧。为什么这么冷啊？真的不是我。快，就是你，你骗啊。死路，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犯路痴啊？还想逃？不是我。那你为什么？那你跑什么呀？不是你。因为你们把我撕掉了，我的钱会到坏人那里。来吧。就那一次。哎，你别再撕了。等一下，我不撕他，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好人。不会，他说都是他。你要撕我，我当然要自保，但真的不是我，真的是他。你们看他的斗士。那单挑，你跟我单挑公平吗？单挑完，我要是把你撕了，他们俩再把我撕了。你太苍白了，深深。他都这样了。我这么跟你讲吧，第二个线索是麦克风。是你的黄金话筒。快上！不是我，你吃饭的饭碗的。我知道是谁了，我帮你吧。来，不是我，来，不是我，真的是我。深深，对不起了，来，撕了吧。撕掉一个，还有两个坏人哈。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你吗？真的不是。坏人也是有价钱的，你们最后会知道真相的。好，真的吗？真的不是你吗？真的不是我，很精彩这一回。我还是最后一句就是不是我。深，不听了，最后再说，今晚再说，再见。周深，眼泪啊，没有，就是累，没事。相信我，不是我。这个游戏又累又快又短，这个游戏好像开始了，好像很激烈，但好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有多惨，等一下他们就有多被打脸。因为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被蒙蔽了的眼睛，放弃了。藏书阁就是不一样，还铺了红毯。哎呦，有了。无字真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个秘密。求生你好，我们现在正在前往江湖中最神秘的门派，今天是这个门派一年一度的开门收徒之日，掌门发布了今年的英雄帖，邀请了九位市井之中的功夫爱好者，打算择优收徒，你也是其中之一。但特别要强调的是，你和其他来拜师的人不一样。哎呦，我要跟大家一样。你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借这次拜师的机会偷取绝世武功秘籍九阴白骨爪。这个门派的掌门在每年收徒之日都会让前来拜师的人进入藏书阁领取秘籍，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进入暗室偷走九阴白骨爪，只要在拜师仪式结束后带走九阴白骨爪，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下面请来领取你的任务卡。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想去拜师的人。来，接受。我真的，哎呦，天哪，怎么会给我一个这么难的任务？哇，你确定我做得好这个任务吗？哦，我作为一个路痴，你还给我一个地图。藏书阁右边的书架后有一个暗室，里面有三本九阴白骨爪。哦，有些什么不太，有点奇怪啊，三本。进了，恭喜周深，目前得分13分。周深，没有人想到是你。对呀，那个我挺那个。我可以说一句话吗？就是我想相信天意。你们记不记得坤上去给我们说这三个未知的秘籍是什么时候？他把笔顺便放在了谁的名字上面？我看到的这一本。周深。啊。
啊，所以你是那种啊？所以你这样不投古老师就很成立了。所以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真话了，我害怕对不起你的信任。请把手放到狮子上进行验证。哎呀，我现在好有罪恶感，救命！这本秘籍是。他被换了，你被换了自己都不知道，你好尴尬呀，名设子天，大家相不相信天意？天意，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什么呢？精彩吗？这个真的是玩到我，是你换的，你给换了。我就是那个卓安，我刚才最后了这么久。你换了他是吧？啊，我是星星大法，我一进来换了周深，我是这反应你知道吗？我刚才以为自己的高光时刻，太傻了吧也。接下来是蓝队的最后一组，请准备。我们就无论怎么样就往说话那儿走呗。对。就不行就赶紧换房间，我觉得对，多说，对，压力给到了我们，醒醒好不好？我醒了呢，别拖小周的后腿，我尽量。两个字，听话了。两个字，小狗。马屁股，小马，小驴，海马，屁股，黑板擦，擦背，搓背，电马，兔子，乌鸦，这是什么？小鸟，下一个房间。两个颜色，黑白斑马，斑马，对，鼻子很长，大象，我们的那个体育馆，奥运会，鸟巢，对，黄色的，我们最新的口味，安慕希口味，菠萝，哇哦，他们的计策就全到说的那地儿了。对，钥匙，就是钥匙。两个字，两个人。不行。一共有五个。一个黑，一个白，两个人玩的那个叫什么？围棋。五子棋。一个动词。下围棋。五子棋。五子棋。五子棋。象棋。两个字的动词。下棋。对。四个字。见钱眼开，这俩人，抽筋，手舞足蹈，这是下一个，放下，这个更难，去说话，是形容这个人就是做的东西特别想被别人看到，所以他做的特别夸张，是干嘛？特别疯狂，联想像我们刚才那动作，张牙舞爪，对。还剩30秒。两个字形容两个人，比如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人还想要。藕断丝连。两个字，许仙的粉丝团的最大的坏人，法海是坏人。下蛋攻击兄弟，战斗机，苏大人，苏大人。Ha ha ha!
真终身，神神，终身，给你们鼓个掌。这一局给你好了，能怎么样了？给你们，太努力了，你赢了。大家决定第一组出战的两位，咱俩来，咱俩来，我跟白鹿先来。好，他们俩先来，高手先来。高手先过过招，高手不要给我立 flag， 就给我跪倒。我们给两位出歌单，是怎么有点 KTV 的感觉？选哪个？大鱼。不不，大鱼很太慢了，很难踩中。我没一个会的呀。哎，红日你会吗？红日，明文遭勋定不会劳累，明文遭勋也不是特别熟。征服，征服你会吗？柯然，哦，征服我不会，征服我也不太会。哎，把征服给我留着啊。那咱俩唱征服行吗？那你俩唱征服，我俩又一组，根据歌征服。征服喜欢你，你会吗？谁的喜欢你？陈洁仪的，可以啊，那喜欢你，喜欢你吧，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吧。好，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喜欢你》，请出歌。喜欢你是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今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完了，他俩就不对了。完了，哎呀，完了，你俩这差的老大了，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完了。BBQ 了 ，BBQ， 我唱快了，好像我不知道。那我们先看一下白鹿的回放。我慢很多吗？我慢非常多吗？挺多的，挺多的，你慢了半句。白鹿快了0.2秒。哎，那算吗？那成了，在0.5秒以内。可是我，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听一下专业歌手，专业歌手的节奏。你这慢了，这就慢了。有朝一日，白鹿在教周深唱歌。哦，慢了，慢了。我知道，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对不起，周深慢了0.8秒，超过0.5，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这个真的好难。越慢的歌越难。算了，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他们俩都没过，我们怎么办啊？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我有一些我自己在处理，你知道吗 ？Lay back， 来 ，lay back， 请接受惩罚。哎，你这头发我觉得扎的更疼。好，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可以再挑选一首歌。要不就爱你，爱你是不是比较好唱一点？可以，爱你吧。好，两位第二次挑战，爱你，请出歌。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慢上床一点，想陪你多撑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这个应该 OK， 应该 OK 的，应该 OK 的，这个应该 OK， 这个应该 OK。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这个成了，必须成了。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不知道为什么，紧张的。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先来看周深。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再上升一点，我在努力憋住了。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哎呦，难一点，应该在我0.5之内。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这很准了，这很准了已经。零点一，很准了，很准了。
周深刚刚慢了0.18秒，在范围内是成功的。接下来看一下白鹿。要想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爱上手一点。哦，你节奏好好哦。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节奏大师白鹿这个很厉害，他快了0.01。所以我们成了，对不对？0.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恭喜两位挑战。好了，我得罪了这么多人，也该。儿子，他给你设的。你打给谁？郭麒麟。喂，在干嘛呀？录节目呢吧？录节目呢吧？你在干嘛？就是我们这边在征集一些故事什么的。好，征集故事，我正工作呢。啊？那怎么接电话？休息啊，这不是刚拍完一条，这会儿跟这儿等着人家那个换机位吗？这么巧吗？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就是那种，有趣的故事？你怎么了？你刮胡子的是怎么着？对，你说一下你有趣的故事吗？我的哪个故事没有趣啊？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你的这个铃声是什么时候设的呀？我这一打过去就是被您叫儿子。不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父慈子孝的这么一个铃声，我就觉得一听这个就我心情愉悦。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让你爸爸打个微信电话，一听就是儿子？喂，怎么你掉井里了是怎么着？信号这么不好？喂，怎么回事？老说的一头雾水。有没有一种可能，深深，现在你是被绑架了？然后你再说一些个很怪异的话，希望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主调。好，你笑什么？怎么了？吃饭呢？好了，谢谢你。我直接呆了，好了。我们的朋友都是沦为了工具人。工具人。好，现在知道多少？吴先生是最厉害的。不到一块。